阿姨呢？就说也是，你看，有钱不得混了，等有钱有房子，有吃有喝，就是现在咋说，又过着小康生活，富裕。陪聊美女看有哪个喜欢的，还有可爱的小动物，要啥都你们露。还有笔架、勺羹、搓衣板、香叉、葫芦，葫芦多少钱？那个，1380。葫芦380，还有十多分钟，他急着收，急着收。还有他比你还慢呢，这个多少钱？核桃？核桃500块钱。核桃150。这么美的核桃150，核桃150，这还有电视机呢。电视机、洗衣机、路人机都有。卡拉 OK。你这电视机多少钱？这送小孩，这一套电视带电视柜多少钱？哪个？这个。这一套680块钱。美美的这个。150。电视机才150，好便宜啊！680块钱，小姐姐。我们是手牵手，我们手牵手，你拉着我的手。当活主哈，人家卖了高货是吧？也差不多吧，也做的也是便宜的，现在也是便宜的，现在人家能卖出去，人家能卖，人家能卖，会说，或者以前的就平时干那个接红的，啊，刚开始干直播那个东西不是那里卖，便宜，人们都咋弄都能要人要。现在咋弄没有？那时候他们买，而且也说便宜，也算便宜。那时候你在弄啊？人家便宜，人家心狠，你懂不懂？你这不是心狠还买一个，又能好多东西。我心不狠，有时候买的人都不赚不了啥钱。但是现在你就是像便宜一样没人要。对，就这个意思。人家心狠呀，而现在。家都赚到钱，人家生一个呀，还一段时间还不睡了，天天在家里躺着，玩手机，一进回剧院人家都不睡了。然后这一说那个奶奶，他就天天在窝了。确实，你有钱了，你这个遇见啥事的，人家不用慌着。你看这好多火车员现在都不出来过，这一说都怕了你，他都不出来，我这天天出来。有钱都是保命。对呀，都盼两年都报名，我成年出来，谁叫我都出来，我不在乎了，现在钱那么钱还在乎啥呢？我是人家闲的，你这个还笨啊？钱那么钱，有这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哎呀，钱那么，你青山也不要了，柴也不要。钱那么钱，啥青山，小姐姐，我说实话。命都是青山。等你都饭都吃不饱的时候，你还啥青山不青山呀？你说你都有真穷吗？说你意思吧，你现在跟我现在跟快吃不饱的有啥区别？信你个鬼！上不了楼。
每年都干好几年活猪了。嗯，干好几年活猪没挣来钱，我说没挣来钱，存款都好些了。我有存款，我你老婆也有这个存款，老婆干两年归手里有个。有个屁都交俺的投资了，你们说我活多久的？嗯，估计他有挣有十来万。没，挣了钱都交投资了，他又买别的东西，没混混账，没有。我们都没太说了，没钱的，我那他又在这个，前两天在办公室接了又是他我。肯定给我说了，少了花钱不行，我跟你讲。哎呀呀，都不好跟人家。那人家对你也怪好，人家都拿出来叫你卖货。嗯。那你卖货挣了钱，你现在有多少钱存款？我现在存不着货，我这现在有这些货，我这有一箱子货。就落这两箱货。我货现在多了，所以说都没钱，落两箱货有啥用？现在又没了。又不好买了哈。不是太好，因为不像以前了，反正好，多多少少还能买。钱没钱就见两箱货哈。你现在还有钱都离货强，懂不懂？说的对极了。你就说没货有钱，啥时候都能买到货。你现在钱，就你说钱那么钱，光是没货，干啥都不容易。我们都是有钱没货。你们那时候别人都往我囤货，我们都不囤货。人家说人家囤赚了是人家的事，我说我不进去，我还是钱庄不得靠谱，我就是这个人。你记住，你说这句话，我跟你说，不管是啥时代，钱庄不得比你有货强。你这个时代，现在这个时代，你是就是有。就现在有疫情，人家都不出来了，人家有钱吃饭，你就把他货能当饭吃吗？你。货你都不顶用，你就是现在你以前说过那谁来洗衣多少钱？嗯，那个以前用随便卖了，哎呀，380。就像那时候那生意好是吧？对，今非昔比，此的。在当下的情况下，300我也漏。在当下的情况下，就是说你有钱比啥都强。你就是快饿的不行了，你都能买东西吃。你现在俺们这，你看你，能外面搞点这社会，外面工作半个月多少点？我说这外面俩孩子想要真要社会封半个月多少点？啥时候你说天光去封半个月？不是我这社会整个社会要封半个月多少钱？手里没钱，你吃啥喝啥的。回去说半个月都撑不了。你有时候真是你家家上都乱七八糟，你现在几千块钱好干啊？一点事情都干不了。说的有那可怜吗？所以说，我都你说现在我都你说都那个那，一天包了干了很多钱的，包了干都卖不出去了。我在想你啊。我那回去上今年的货，一个月上今年的，今年我卖了80块钱。是啊，上那卖了80块钱，他说那个女不干了，我说啥时候不干？我说我也好长时间没去了。他说哪个女不干？就来在你这上班的。哦，杨美女，晚上好。对，我们时间也快到了，我慢慢整理。你要加单的货，我帮你找到了。他说过几天才能到货，对，因为那个疫情的原因，他过几天能到货。对。工厂给你宣发货过来，不会那么快。等他到了，我给你开单。现在因为口罩的原因，各方面都是整。我们老家一个反反复复，真的好烦人呀。我们老家真的是反反复复的，昨天他们又说我们老，今天早上我老婆都说给他妹子打电话，他妹子说又封了，又严了，我们这边县。他妹子的他妹子嫁个男的，
就可见了。在这顺丰。对，现在是下午。现在下午3点钟，4点钟马上换货主，下个是财宝货主。看看这家有哪个喜欢的烟灰缸、电视机、搓衣板，这些都好便宜。对呀，你看到什么了？给主播说啊。嗯。没事，我们。他准备撤了啊！想要啥赶紧说。这还有鱼。对了，聊聊天。还有勺羹。嗯。听听听也说的好难呀！那天。听听那没啥喝。你们养果然养还要呗。嗯，他也不求咋装，他估计还不生我。你咋天生？你咋的？我现在个数字我都能说，更多的都买不到，他们能买到你那一百都不黑啊！你说一个主播，那个阿娟上那过去，嗯，上那个海外抖音和尚也不咋装，你可以拿上天那个和尚过去试。叫金英给你说在那个直播间。嗯。刚才我来你这之前，我在那个推到别城上火锅，这四大得力的，真的火了，现在真的火了，我就行。今天做保险都收费了2.8毛钱，刚刚他们发的朋友圈。环球的收不收费我不做，我是楼家房的，我做的不上，俺们这又没人管，我不上天光去，兴趣都没事干。楼的好，你没事老做做。你做做都通风啊。哦，等于万一那里头有一个，现在也不说人传人了。求你身体素质差，他自己也会带。妈有那学的那老师可没往那，他不也带上？嗯。那老家都乱套去。可是老家乱套了呢。以后是。可是老家现在学生又不要上学了。是的呀。你们我是不是也不要上？嗯。检测结果7天阴性。但是面前的河南老家那问问都叫回家上网课去，反正邻居那些都没有网，上网课都上不了。对，下货就来了，你们要看对不对？不对到时候了。来换货主。对。财宝的来了。哎，就往本家拍，让你为了等天天。没事，反正就剩两台车。我连下次我再给你提个200个。你跟那老乡啊，来以后我一喝过天天那下灯，天五六个灯。五六个灯都够你用。但是俺运气好呀，我俺出多些活。嗯。上来俺没出，后来俺给他贴的，贴着我俺吹了。这如意多少钱？全凭运气。对，那个如意880个斤。美美的这个300，仅仅上了几点了吧？那上了7天这一点。后吧。这钱。这期7天到一天，强棒。嗯。那天这回可美了，可长个强棒吧。嗯。7天到一天，刚好是七到一天才几个钟头了嘛。6个小时。7到9，9到11，11到1。6个小时。嗯。上这个地了呗。人家上6个小时。嗯。但是好歹他不用熬夜。他不搁这个干，就是因为他不想熬夜，所以他走了。这回总算给他上个白班。熬夜有的熬熟了，熬夜的是有的是熬。
我还就那酒店了，我讲喝了多一程，但是时间很长。时间很长吗？你有歇了吗？我三四个小时歇俩小时，一个小时，我俩小时歇一个小时。咋你想啥？我说错了吗？你上午刚播俩小时。来，下播打捞一个这如意道亲。如意，哎呀，三百加一个，拼手速拼网速上财宝了。对，要不对我们都收了，换下个货主了。来，恭喜秋露。来，上财宝，上财宝，继续漏。不给你了，算了，小三。上帅哥，上货。拍照，轮到你表演了。对，你好好表演。你好好表演，他
他每次表演都很出众，就看他今天了。你问他吧，他每次会都出了轨哈。嗯。就看看今天行不行。有可能让货品对他们。也不是。很难表演啊，这个。他以前也出的好，他现在也不。口罩的原因，咱就这样说，不是说货的原因。随便卖一点。来随便露露露露露露，哇，这么美的水滴的，你看我个经纪人俩多好，一人给你，哎，一人给你，好，没长，哎哎哎是啊，你要习惯就当哥我信着你心慌，你出来转转啊，出来转转就个，就个路上捡钱啊，捡住一个算，捡不住去求再回去，总个做我信着，行。现在这个人都是心态好，不心态不好呀，不是你都静，就我跟你说，你得想开了，你命都。命比这还重要，命就这么一点。哎呦，那可有钱，他妈的得新冠了，你说他有钱起啥作用？他还没你，你有命。我有命没钱呀，亲。我要钱，要不然饭都吃不饱了。回家种田，可以想吃的饱饱的。我走了啊！嗯，以后你们两个加油，好好表演。不好好表演不行，兄弟。我今天表演两场了。怎么样？这都第二场了。刚刚上一场也就那样吧，不说了。说多了都是累呀，眼泪的累。不很正常吗？最近。一个月比一个月差是走了啊美美的这个哇这心形的好美啊这心这啥东西班彩石好美呀、啊、新货挺多的还说没新货这么多美货够播了这还有天使女孩呢还有这一套的啊班彩石手链还有一个坠子对还有戒指还有戒指都很美的啊、哦、这个喜不喜欢班彩石好漂亮来还有坠子可以搭一套的还有手链真的是超级美超级漂亮
这个多少钱？就只这么狠的。那你先弄点便宜的也可以啊。弄点便宜的。随便咬完，你放松一点，现在心态得好，就像那个货主一样。放松，我很放松。不要抱我太高兴。心态要好，卖一个算一个，卖一个换一个钱，回家了。卖一个算一个。早卖早回家。早卖早回家，卖一单你就走了，笑死！什么时候广州封的？嗯，广州封就封吗？又不是第一次封。天光区都开始了，说明我们这里没什么大问题。我们这里没事，我们这小地方。全民核酸的都没事。来这个。来。美美的血泡换九块九，拼手速拼网速强强，随便卖，姐姐们喜欢啥点个菜呀，肉啊给你们选，换钱了。对，超值大肉，看得上的就随便卖呀。对，九块九，所以说你不用等下个月，你随时来都可以，找啥货都行，现在还管你是带啥货。是吧，我们这也去那个有些直播间也是这样，大部分都是这样。是啊，我还管你这个月下个月管你带啥货，我不管的。货好多少？8840。不好卖呀，喜欢啥随便乱玩，买回去让你们玩一下。黄马也不怕，现在好多黄的。我是绿的，我刚刚才看，我就那天全民核酸做了一下，后面就没做，没什么事。你天天去做啥的做？我又不去天光去，等一下你做了，万一里面有一个，你不吃饱撑着，没事没事惹事。要说，有一个还感染了，那是没事的。你是啥时候做的？我是前两天做的。全民那天做的哈。前两天做的。没事，前两天刚做，没事就没事。来恭喜了，梁秀 AS 中秋路，你就住这附近肯定没事了，你住那乱七八糟的地方就恐怖了。天光区一带都吧。MW 美女下午好，美女们姐姐们下午好啊，下午好。猪猪侠走了。喜欢啥随便给你们露啊，喜欢啥随便露啊，财宝来了，给价就卖啊，这个血泡九块九，扫一扫看一看有啥喜欢的，有啥喜欢的。这个是新货的，这个。哇，这真的好漂亮。OPPO 的手。OPPO 手串。这个没货源，这个很贵的，因为这个。嗯。这个比较贵的，要能做手串的，要很费料的。嗯。这个手串挺好看的。对，还有耳环，看看有哪个喜欢的啊、哦？还有这个孔雀开屏，还有。斑彩石，有斑彩石的手链吊坠戒指能搭一套的，
还有这个猫，还有美美的这个，还有哇塞，这么漂亮的碧玺，还有这个紫水晶，还有这个天使女孩，还有碧玺的天使女孩，彩色的欧泊，然后再给你们看看耳钉哦，耳钉耳环，哇，这家耳环也很美，有那个祖母绿的。蓝欧泊，还有蓝宝石的，还有红宝石的耳钉，还有美美的哦，这个天鹅，哇塞，这祖母绿还有这耳钉很美的啊、哦，还有这天鹅的，天鹅的是帕帕拉恰吧哈？不是，那是碧玺。粉碧玺，粉碧玺更漂亮。也是帕帕拉恰就贵了，这四颗。这个是透灰石，这绿的是透灰石啊、哦。看上哪个点菜啊、哦？这透灰石耳钉多少钱？随便卖了，这个卖一个288，公主方的。绿宝石的一种，哎呀，100炸一个。喜欢绿宝石的可以买透灰石，祖母绿要是达到这个品级的话太贵了，90000块钱一克拉。对，100100来拼手速拼网速，100100。绿宝石之王啊，姐姐们。美美的这个100，来恭喜梁美女 AS 中秋露，对。还有 AW， 对，这么美哦，这个100。这个快是个抖音号，国内抖音号。什么新开的？对啊，他现在不要火主。不是，我这好奇啊，他怎么什么时候要开的一个？他自己开着玩的。嗯、你想开也可以开。钱有多啊？你可以看你投资大小，花这么少点钱都够你开一个。哇。他那个估计贵，我早都知道。刚刚那个货主他老婆都在家里开个，只用胶，不是。怎么可能啊？这么少。开了，他开了。你晚上关注一下这个，进去看他老婆。他卖他自己家的货，他名叫这个。自己。他是干什么平台？就抖音呀。跟你说这么便宜就能开，你呗那个平台交这么一点点钱就开，关键看你有贵的有便宜，他估计是最便宜的那一种。那我开一个比
他就是晚上播他自己家货的。人家可以啊，前天卖了个，晚上卖了个700块，他昨天晚上全个单打。嗯。那是要看卖自己货还是啥？因为也价格也有什么。嗯，他是交那么一点押金。因为他平台也希望你卖嘛，卖的话他就卖了，知道吧？我以为也想着自己的，刚刚那个人才走，你想呀，我问他，他会能给我说假的？他也没必要，因为他老婆以前是主播，上个月28号被炒鱿鱼哈。然后他就在家里开了个号，自己在家播，然后他就交那么一点点钱播自己货了。还有 LW 也扣了点菜哦，美美的都给你们弄。晚上关注一下他，查找一下。是要自己搞得好一点，不然迟早要搞死。嗯，自己搞的是自己的东西呗。喜欢的点戒指，还有戒指。来，恭喜四位美女啊！
哇塞，好多美美的，这个，看上手效果超赞。这个是个，这个卖的很好。嗯。哎，这个，这个。还有蓝宝石，还有这个土豪款的哦。嗯。看上哪个点菜啊、哦？哎呦，这还有个蓝欧泊，这个蓝欧泊多少钱？随便卖一个吧，这个小小的。炸一个，炸一个，卖一个330，120，谁抢到就是谁的。然后我拼手速，拼网速，120。来，恭喜秋露美女。你现在外面没人上班了？谁没上班？恭喜秋露美女，来看看还有哪个喜欢的啊？那还有一盘嘞，戒指、耳环、吊坠啥都有，这么多美货足够你们选了。还放粉的？还有啊，货够多的。好，这是托帕石、黄水晶，还有16石。海蓝宝。海蓝宝。还有那一盘是粉晶。佩玲好，看看有哪喜欢的啊，都你弄。随便弄啊，随便买了。随便给价，随便卖，要啥点菜、啊。那个斑彩石挺好看的，新品种。